因为你想要把他的那个角色讲完呢，宠物啊，那先养颜值好了。你就可以做出镜子，啊，镜子你可以卖，对，你就一样可以慢慢做，前提是你要有这个制作成本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很像大佬，这很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大佬的那个玩法，因为有三个五十级的角色，好。那直接升十级就好了，浪费时间。对，这样购买两个助教。What the？ 两个助教，升级助教到六级。那什么？整个主线是一只 Ree， 下一个升级又是真的伙伴。嗯，下一集再从这边开始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